今天来出一个不一定会更好吃，但一定会更贵的作品。选择整版的嫩豆腐来雕刻一个作品给你看。我是一名美食主播，也是一名雕刻师，雕刻也是我的老本行，偶尔要练练手才不会生疏。豆腐雕刻对刀工的要求特别高，只要有一刀失误，那是没办法弥补的。任何行业你要做得精，首先要有耐心，能够坚持简单的动作练到纯熟，那就是你的绝招。技术的进步与提升都是靠平时的锻炼积累起来的。出任何作品我就喜欢跟你分享细节，因为细节决定成败，奋斗决定未来。从来没点过爱心的咱们就给一个吧，真的很稀罕你哦。麻婆豆腐、红烧豆腐、蟹黄豆腐，有没有这鱼豆腐好吃呢？雕刻纯属娱乐，刻得不好仅供参考。主页有很多详细的家常菜谱，当你不知道吃啥做啥，记得来看哦。